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认真少年》。这一集喷漆系列教学要教大家的是最简单的喷漆方法，就是铁热式喷漆法。那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喽，走。嗨，我们现在到了要喷漆的现场了。首先呢，在所有的烤漆之前，你一定都要先确认你的东西是干净的。像现在它上面有锈啊，然后有一些旧的漆面，那我们一样都会把它除掉。然后以前呢，大家都会用钢丝刷来除锈，但是其实我个人非常不建议钢丝刷，它会让你整个砂轮机震动得非常厉害，它的那些小钢丝啊，很容易会射出来弹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很多老师傅你都有被这个射过。那其实我现在自己都用像这种类型的除漆跟除锈，它应该在台湾叫紫金钢，台湾制造的。而且你比较能够快速的一次能够处理全部的漆面，你又可以减少被弹射的风险。喷漆之前都要先除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开始前记得要戴眼罩跟口罩，因为我们现在是要除漆而已，戴这种能够过滤粉尘的就好了。好了，是不是很省力呢？喷漆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像我们都用肥皂水还是沐浴乳或者是洗发乳其实都可以，那你简单的用肥皂水来给它清洁一下。因为呢，油脂啊，它会让你的漆面产生一种开花的情形，所以通常我们在不管做什么样的烤漆前都会把一些脏污还是油脂把它擦干净，尽量戴手套，因为你的手上面也会有一些油脂。然后再来是你在擦它的时候啊，可能上面有一些研磨没有很好的小碎屑会扎到你的手。然后呢，要喷之前再借助一下另外一个台座，把你不要喷的地方贴起来。然后呢，像五金行都会有卖这样子的胶带，它就上面是胶带，然后下面是塑胶带，简单的把你要遮蔽的地方把它贴起来。然后再拿纸胶带把它粘住，这样才不会你在喷的时候因为有空气，它才不会飞来飞去。基本上我会建议这种胶带，如果没把握就多贴一层也没关系，然后重点是不要让它有缝隙，这样呢烤漆它才不会从小缝缝当中吹到你的下面。还要贴好贴满啊，其实每次喷漆的时候啊，都是在贴的时候最忙，花最久时间，真的要喷射的时候就那几秒，把你刚刚有水的地方然后用孔推洒去把它喷干。好，我们现在就用铁热式好好的给它喷射一下。然后使用开始呢，一定要把它摇得非常均匀，尤其是每次使用完的时候，记得要把它反过来，然后这样喷，清洁它的喷头。那我们在比较细致的补土啊，跟水砂石的研磨，就在下一集再教。然后在喷之前呢，保护措施它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是有机溶剂的，防毒面具的这个头拆下来，换成这一种，就是有滤毒罐的。我诀窍就是你可以找一个转台，然后等一下你在喷的时候，你不用移动到物件，让它自己可以旋转。比较深入里面的东西我们会先喷，然后喷到外面是越来越好喷的地方，因为你这样才不会先把好喷的喷完之后到里面它会积材料。当你喷到它出现光泽了，这个光泽它已经饱满的时候就不要再喷了。我大概会距离两个拳头宽，每次喷然后照着一个节奏过去。今天是喷平面的，所以它非常好喷，你只要咻这样过去，这样过去，重点就是你的手肘跟你的物体是保持一个平行线的轨道在移动，然后直接压到外面停掉，压到外面停掉，压到外面停掉。然后接下来就看你是不是一个心急的人了，像我就是一个非常心急的人，所以我就想要赶快翻面喷背面，只要确保你的手不会去碰到刚刚湿润的地方，那就可以了。这样，那我们现在喷表面，你会害怕因为刚刚这个表面它碰到了别的东西，上面有油渍的话，你可以拿去渍油再把它擦拭一次，这个加油站就有在卖环保去渍油。所以喷铁热式它的技巧就是这样，你可以这样子喷，你也可以这样子喷，你也可以这样子喷，但是不要这样子喷。像我就会先喷我最前面，然后一路喷到后面去，因为啊，你如果从后面一路喷回来的话，你每次喷你的漆面就会重复一直被覆盖，所以它很容易会变成灰灰的芭比。好了，就是很简单啦、啊。所以当你只要看到它的光泽面，它是亮的时候，就不要再喷它了，然后就停下来等它干。你不要一些灰尘往下落的话，落尘，那你可以用一个罩子把它罩住，
或者是有些人会用热枪，然后把它迅速加热，让它的表面干得比较快。先睡觉啦，明天再开。第二天睡醒了之后呢，只要轻微把它这个地方拆掉，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呢？那这是超认真少年，大家再见。